我从17岁开始拍我第一个婚礼，小时候到现在我都没有 regret 这个工作，因为是个 passion 来的。如果一个摄影师可以拍一个照片，那个照片有个故事，你们家会觉得他们可以 relate，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目标。我要给每个人希望。我要想做个 exhibition， 所以我要拍很多的 breast cancer patients。When I look at Eileen, I just see strength in her, and up to now today, I am pushing on because if she can do it, then why I cannot?我吃了 steroid 7年，一次吃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不好，不好到我的 calcium level 也是变成低。我也是跟我自己讲 ，OK， maybe 我不要吃我的 steroid 了。我每次 document 我自己，因为我跟我讲，如果我生病，我病好，我要看那个照片 ，and 看我的那个痛苦，所以我可以记得现在的我是这样幸福。我要做给每个人希望的摄影师，我希望我的正能量能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。